罗马被誉为永恒之城，走进它就像不小心钻进了时空隧道，随便哪一个转角就可能与千年的历史相遇。这种穿越感异常奇妙。这里是著名的古罗马广场，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裸露着古罗马辉煌的历史。2000多年前，这里曾经是西方世界最荣耀的地方，而如今那些宏伟的皇宫、庄严的神殿只剩下这些断壁残垣。看着这片废墟，我不禁想问，古罗马帝国早已经灭亡，我们真的还能在这些遗迹之中寻找到永恒的罗马吗？今天的西安交织在古老和现代之间，那么我们还能看到当年的长安在鼎盛时期的辉煌吗？在我脚下就是大唐王朝的权力中心大明宫含元殿，17位皇帝曾经在这儿办公，当年文武百官也罢，各国使节也罢，就是从前面的丹凤门鱼贯而入，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大唐盛世就是这么气象万千。可是呢，1000多年过去了，千宫万殿早已化作尘土，只剩下这一片巨大的夯土地基。我是研究唐史的人，触摸着大明宫这一方夯土，真让人感慨万千。物质的辉煌终将归于泥土，那长安的永恒又藏在哪里呢？为了追求永恒，古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选择用最坚固的石材把罗马建成了一座固若金汤的石头王国。不仅如此，他们还将罗马城称为永恒女神，希望借助神力继续帝国千秋万代的辉煌。遗憾的是，石头和女神并没有能够保佑古罗马，战争最终摧毁了这座千年帝国。然而我发现，就算罗马帝国已经灭亡了，但古罗马文明中那些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文化基因却没有消失，至今仍然活在他们的建筑、法律、文学乃至生活细节中，深刻地影响着整个西方世界。地球的东方，中国的皇帝同样渴望万岁万岁万万岁，但他们却没有选择用石头盖宫殿，而是用最坚固的石头刻下了无形的思想。石头上的文字转化成了中国人世代相承的传统，在一脉相承的儒家思想中，在独领风骚的唐诗宋词里，甚至在你习以为常的生活细节中，那些无形的文化基因早已渗透在我们的衣食住行中，不经意间就会端到我们面前。哎，你好，那馄饨好吗？哎，好嘞，谢谢。馄饨可是从大唐穿越而来的美味，唐朝馄饨就是一种非常非常有名的早点，当时长安城还有一个胡同就叫馄饨局。你能想到吗？相隔千年，我们跟古人吃着同样的馄饨。永恒可以小到一顿早餐，小到一只放飞的风筝。唐朝啊，放风筝就是一个风靡一时的活动，无论是宫里的妃子还是民间的小朋友都喜欢这个活动。每到风和日丽的时候，咱们大唐长安的天空也跟今天一样，风筝满天飞。我们和古人共享着同一片天空，文明就像这些飞舞的风筝，而那根传承的线其实就握在我们每一个人手中。别以为文明与我们无关，文明早已长在每个人的身上，刻在每个人心里，流淌在每一个人的血液里。我是蒙曼，
我将带着一颗好奇心，开启一段从长安到罗马的文明之旅，用一双发现的眼睛去寻找那些隐藏在我们身边的文明密码。罗马是个迷人的城市，古典、热情，充满浪漫的氛围，是西方文明的殿堂。我是一个好静的人，经常一天也走不了几百步，但是为了寻找这座城市的文明密码，我几乎每天都要行走30000多步。什么是文明密码呢？我最先想到的就是文字。古罗马的官方文字是拉丁文，我们今天熟悉的英文字母 ABCDE 其实都是拉丁字母。这就是古罗马的官方文字拉丁文呢，是不是觉得很熟悉？好像每一个字母我们都认识，但是连起来什么意思呢？不仅我们不知道，其实今天的意大利人如果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也不知道。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最熟悉的陌生文字。拉丁文起源于意大利半岛中部的拉丁部族，随着罗马帝国的强盛，它曾经是统治全欧洲的官方语言，而今它却成了博物馆墙上的文物。在感慨之余，也让我对它的命运充满好奇。西安的石碑可以说是汉字的数据库，在这里我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中国5000年没有间断的文字沿革。为了证实我的这种感受，来这儿之前，我特地拿了一本今天在很多人的书架上都能找到的书。你看我手上这就是现代的《论语》，比方说司马牛问君子这段，那对一对吧。司马牛问君子，子曰：“君子不忧不惧。”看看，1000年呢不变。我们中华文明就是这样一字一句传承下来的。长安与罗马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最有特色的两种文字，但是为什么一个已经进入了博物馆，而另一个却依然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呢？在历史中我找到了答案，拉丁文的命运是与罗马帝国的兴衰紧密相连的。公元395年，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部分，在东罗马，希腊文很快就取代了拉丁文，而在西罗马，在被日耳曼人攻陷之后，拉丁文也很快失去了生存的土壤，拉丁文不再通用，然而拉丁字母却活了下来，并且悄悄地孕育了英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等西方国家的文字。拉丁文是意大利文的妈妈。Il latino è una lingua che ritroviamo in tantissime altre lingue. Lo ritroviamo un po' in moltissime lingue, anche nell'inglese. Quindi il latino è l'asse portante delle lingue appunto di origine latina. 与字母演化而来的拉丁文相比，从象形发展而来的汉字传承能力更强一些。每一个由横、竖、撇、捺构成的方块字都有一个独立的意思，也有一个独立的生命。不过你也别以为中国的文字自古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在战国时期，如同当时混乱的政局一样，一个马字就有这么多种写法。但汉字能够穿越千年沿用至今，我们不得不感谢一个人，秦始皇。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一山刻石啊，当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宣誓武功，让李斯刻下了这块石碑。秦始皇统一中国，还统一了文字。你看，皇帝立国，这个秦小传的确立就为中国文字后来的统一和发展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这是一个考验耐心的活儿，是孟老师，那你来试一下啊。用这种撞击的方式与汉字交流，内心真是有一种莫名的感动。书同文，车同轨，
平同轮。统一的力量是汉字直到今天还跟我们生活在一起，优雅的中国人又在这个基础上演化出不同的书写方式，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书法艺术，这使得汉字拥有了更加神奇的生命力。它就像中国人的胎记，将多民族的中国紧紧地凝聚在一起。而拉丁文呢，它每一个灵动的字母就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植根于人类文明交融繁衍的沃土中。为什么我们如此不同？徜徉在罗马街头，我不由自主地会想到这个问题。为什么罗马人的性格自由奔放，而我们则普遍内敛谦恭？为什么他们最崇拜威武的英雄，而我们则更欣赏儒雅的君子呢？就是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同时孔子也是中国第一位老师。那我们都知道，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就是把人培养成君子。问题是，君子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让我们一起来问问孔子吧。子曰：“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君子和而不同。君子一词在《论语》中出现过107次，内涵非常丰富。概括地说，君子就是要以仁爱之心为本，恪守仁义礼智信的人生准则，完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修养。几千年来，我们将这种君子形象设定为中国人最理想的人格。有趣的是，君子要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是要少说话多做事嘛。这和古代罗马人对英雄的要求大为不同。在古罗马的辉煌时代，每个城市每个广场都要搭建一处高台，这是罗马人特意为他们的英雄准备的。看，这就是演讲台，这个现在毫不起眼的平台就是古罗马大名鼎鼎的演讲台呀。当年那些叱咤风云的政治人物就是在这儿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演讲又称雄辩术，是西方教育的一大特色。古罗马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和领袖几乎个个都是出色的演讲家。英雄一词在拉丁文中的词义是保护者，必须拥有超凡的能力和领袖的品质，是智慧和力量的化身。罗马人认为演讲需要高超的逻辑思维能力，能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是英雄必备的素质。所以演讲术很早就被列入古罗马的教育体系中。除了拥有智慧，英雄还必须具备强健的体魄，所以古罗马在教育中非常重视格斗训练，通过激烈的对抗训练胆量、勇气和体能。西方人信奉能力越大责任越大，要扛起保卫国家和民族的重任，必须成为文武双全的强者。很多人以为我们的君子都是文弱书生，其实也不然。在古代，习武也是儒家的传统，射艺是儒家教育中必备的技能。孔子本人就有很高的武功。真正的君子出将入相，文能执笔定乾坤，武能上马安天下，文武双全，德才兼备，这才是真君子。但无论文治还是武功，
君子所学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达成心中高远的志向。那么君子的志向到底是什么呢？王老师您在这儿看啊，张载先生的那个思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边就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就是中国君子人格呀。对，这儒家的君子是一个大的君子。对，天地是我需要关心的，老百姓是我需要关心的，为往圣继绝学过去是我要关心的，为万世开太平未来还是我要关心的。天地万物古往今来全都给包含到这个儒家的心胸之中。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无论君子还是英雄，东西方教育外别而内同，终极目标都是要培养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人，在成就自己的同时，胸怀天下，福泽苍生。全世界人都知道，这只起源复杂的神兽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象征。而这只胜利之鹰则一直翱翔在古罗马的天空中。我们能从这两只会飞的神兽身上解读出怎样的奥秘呢？罗马在刚诞生的时候并不崇拜鹰，而是崇拜这只狼。这尊雕塑是意大利的国宝，它讲述了罗马建成的故事。传说这两个狼孩本来是特洛伊人的后裔，阿尔巴王国的继承人，却在出生不久就被篡权者扔进了台伯河里，幸而被这只母狼救起，并且哺育了他们。兄弟俩长大后夺回王权，并在台伯河边创建了现在的罗马城。虽然这个故事只是个传说，但罗马人至今依然亲切地称它为狼妈妈。可是为什么喝着狼奶长大的古罗马人没有选择狼作为他们的象征，而选择了鹰呢？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有一件跟狼妈妈同一个时代的青铜雕塑，你一定想象不到，这居然是秦国时期的龙啊！这龙真大呀！秦朝的龙啊，包括秦朝的一切器物，它崇尚力量，帝国开基啊。虽然这两只龙还算威武庄严，但这个形象仍然和我们心中熟悉的龙差别很大。中国的龙一直在变化，这个时候这个龙的一个造型是这个样子的嘛？鱼鳞，头部不夸张，更像蛇一样的，还爬行动物的那种感觉。真的很难想象，我们的神龙早期是趴在地上的，那么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腾飞的呢？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古罗马的胜利之鹰，我特地拜访了意大利著名艺术评论家贵多，他兴致勃勃地把我带到了罗马著名的共和国广场。Il motivo, vedi questi pali che circondano la piazza? Yes, yes, this one. Le aquile sono il più grande simbolo di Roma. La potenza di Roma, l'impero di Roma, la grandezza militare e politica di Roma è simboleggiata dall'aquila. Perché l'aquila è il volatile più potente, più forte, quello che vola più alto di tutti, quello più rapace. 听着贵多的介绍，我对古罗马的鹰有了全新的理解。古罗马弱小的时候需要狼的庇护，但喝着狼奶长大的孩子充满血性，逐渐有了征服世界的雄心。鹰是天空之王，拥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更为强大的力量，而且在神话中它还是众神之王朱庇特的传令鸟。于是在公元前102年，鹰正式成为古罗马共和国的标志，并且被指定为古罗马军团的象征。自此，鹰旗伴随着古罗马帝国征服了半个地球。
从秦朝到唐朝，龙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见没有，这就是唐朝的龙啊，何等的矫健啊，而且是越来越具有飞腾之势。其实随着国力增强，我们的龙从汉朝开始就逐渐演变成能够腾云驾雾、一飞冲天的神兽了。汉画像砖上常能看到有翅的应龙形象，而唐朝的龙则雍容华贵、矫健飞腾，彰显着大国的文化自信。从龙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奋斗历程。这个传说由轩辕皇帝创造出来的虚构形象，不断地被赋予各种神力，寄予各种希望。它见证和激励着中华民族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历程。和龙与鹰的这次心灵对话，让我读懂了两个民族的内心世界。这两个会飞的神兽，寄托着东西方两个民族想要飞得更高的光荣与梦想，见证着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绚烂与辉煌。你知道罗马的太阳有什么不同吗？我们每天使用的国际通用的公历就是罗马的太阳历，所以这轮太阳决定着整个世界的运转规律。公元前45年1月1日，罗马共和国独裁官儒略凯撒正式颁布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儒略历。儒略历是一部纯粹的阳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约等于365.25天。为了方便计算，儒略历将一年定为365天，每4年一闰，闰年366日，然后再设定一年分为12个月，大月31天，小月30天。可我们中国人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2月通常只有短短的28天呢？我们中国现在使用两套历法系统，一是国际通用的公历，也就是罗马历，另一套就是我们从古至今传承下来的农历。我们中国历法呢，它是一个阴阳合历，通过月亮的圆缺来获得月和日，通过24节气呢来获得一个阳历，指导我们的农业。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最经典的一个其实就是浑仪。这个浑仪呢，就是测量任何一个天体它在天空中的这个位置。怎么测呢？你看，这个是一个窥管。这个窥管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枪的瞄准器，可以瞄准任何一个天体。如果我看到了一颗星，这颗星的经纬度就可以靠这一套系统呢，把它确定下来。这个浑仪简直就是中国古代的天文望远镜，功能太强大了。中国人自古重视天人合一，我们的历法不仅要看太阳、看月亮，还要关照星象，而且结合了一些传统的阴阳五行方面的知识，堪称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历法。在这套系统里，最有特色的要数24节气。24节气也是看太阳决定的。古人将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的运动轨迹划分为24等份，每运动15度就定一个节气，然后根据节气内相应的气候和物候变化指导农耕。对于我们这个农耕民族来说，绝对是一项伟大的发明。古罗马属于海洋文明，它的历法并不复杂，地球简单实用。听说马西莫博物馆里还珍藏着一份儒略历的残片，我赶紧过来看看。馆长亲自带着我参观。E poi questo calendario, Augusto apportò un'ulteriore modifica, che il calendario diventò un elemento di propaganda. Si sapeva che era il giorno della battaglia di, della vittoria di Fars, il giorno della nascita di Augusto. 馆长告诉我，
二月只有28天的原因跟凯撒的接班人奥古斯都有关。儒略历把12个月分成大月31天、小月30天，这样一算下来，一年是366天，多了一天。于是凯撒就从每年处决死刑犯的二月里减去一天。后来奥古斯都继位，他的生日在8月，他总觉得只有30天的小月和他大帝的身份不符，就又从2月拿走了一天放在8月。于是我们今天的2月就只剩下了可怜的28天。西安正值清明，连绵的春雨不得不让我们赞叹24节气的精准。民间不仅流传着清明前后种瓜点豆的谚语，还在这个春意盎然的节气中融合了很多有情趣的民俗。果然是清明时节雨纷纷呐！看这几个雕像哈，唐朝清明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风俗叫插柳，当时有一个说法叫做清明不带柳，红颜成皓首啊，谁不希望自己青春永驻呢？这就是中国的历法。谷雨大家会去赏牡丹，端午要包粽子祭屈原，中秋会吃月饼享团圆，还有全世界华人都盼望的春节过大年。一本老黄历就是一部中国的民俗史，精彩地演绎着华夏文明5000年。而简单实用的罗马历法则穿越时空，让世界互联。